最多的时候一顿喝过多少？最多的时候我哪有我喝的多了，喝的28斤，反正不晕啊，一直喝反正。别人都说我一口锅赚1000万，我现在3口锅。你为什么叫天下第一的？因为我销量第一，味道最好，每天都是当天的当天吃，所以我叫天下第一的。我开始下锅，一桶40斤，一次2桶，一次下80斤肉。我这个肉3天1换，3天80斤肉，3天80斤肉。我收我的肉了，还有家里撇的这个肉汤肉，人都买奔驰大 G 了。我收费用了，都买奔驰大 G 了。他说这是干嘛呀？这天天看油温多少度了，得达到180度才能下锅。哦，啊，这俺家酱油120度，还差60度才能下锅了。啊，油温正好180度，开始下锅。人家现在都不炸了，我还是老办法，还是这个老办法，去油过油，炸出金黄色老出。哎呀，安如开闹。大叔，你这做猪头肉一年能挣多少钱了？别人都说我一口锅赚1000万，我现在三口锅干活。有没有人说你吹牛？吹不吹，反正挣的钱我花，他们有老王花。因为我这个人低调，咱不是那吹牛逼的人，给我送货了，送肉了，现在都买2套别墅了，干着活喝着酒，一直喝了你了，这个酒喝了你了，一直喝。哎呀，这个量可以啊。大叔，你喝完酒之后再做这个猪头肉，影响干活吗？哎，越喝越带劲，反正一直喝不匀，一天喝10斤。一天喝几顿呢？一直喝，不停的喝，干着活还喝，歇着还喝。最多的时候一顿喝过多少？最多的时候我哪有我喝的多了，喝28斤，反正不匀啊，一直喝反正。这一步马上又完了，凉冰了。哦，50度的，这个是多少度的？这个没写的。咱这些上锅的下锅不一个一个下，端着一盆，它得一倒。哦，为什么一盆一起倒不一个下？啊，这快，咱要的就是速度，因为咱货多，卖的货多，那一个一个的下，咱干不出来。咱继续干着喝着，一直喝。你为什么叫天下第一的？因为我销量第一，味道最好，每天都是当天的当天吃，所以我叫天下第一的。这是下的什么呀？大肠，包小肠。我那个大肠准备创造吉尼斯，因为我速度快，又干净，又没有噪音的味儿。你这个手艺是跟别人学的，还是自己研制的？啊，我这个长板凳是自己研制的，速度快，没噪音的味儿。长板凳出锅，这个猪正跑着，一打木了，中午都到他嘴了，这个大肠。有多鲜吗？你好吗？大叔，咱今天做了多少斤？今天做了40多斤。过年过节的时候，一天做2000多斤，那不得一吨多吗？啊，一天做一吨多。咱这个作废秘方，28种中草药都在这个盒子里头。这一盒子光下药了200多块钱了。哦，啊。这一盒有多少斤？啊，这一盒都4斤半。哦，嗯，那这个和这个猪肉是配好的。对对对，现在这个猪脸多少钱一斤？
租了卖35，一百斤肉80块钱的药料，咱这个正好是400两斤，400块钱的药料。啊，这个大肠多少钱一斤？大肠卖75，咱这边大肠还是75一斤，不涨价。哦，你这个、感谢新老客户，就是赔点赚点没大奖，咱这边赚也不怕赚，赔也不怕赔。我看济南都卖138一斤大肠，你这才卖75，那他欠少那。咱有老铁赔点没事，沈阳大肠75都赔钱。一米二的大锅压上鼻子，30年的压锅石压上。这个压锅石给你10万块钱卖不卖？不卖，见鬼不卖，比跟俺媳妇感情时间还长呢。啊，30多年了。哦。买东西吧。有那种烟的吗？懂。